哥哥啊，你的手机就直接这样放在地上，是给他？平板也是啊。平板好歹是 standing 啊，这个是 lying on the floor 啊。别紧张嘛。我没有紧张，只是觉得想换机就说一声，努力再撞一台就死。别紧张嘛。别紧张是虎蟑螂。虎蟑螂。啊，帮我好了再跟你说，谢谢。
哇，看来99%搞定了，全部锁紧就好了。嗯，扳手。
那你有买那什么热缩套吗？没有。你不是要用那个吗？热缩套，但是热缩套理论上是在焊接的时候就要先把它塞进去啊。对啊。啊，但我都没有啊。你会把它剪掉和套进去再焊接啊？焊接真的太技术还不好。花太多时间，所以要多做几次啊。那就等没事就把它剪掉，没事就剪掉了。那就等炸鸡也再说。那真的太麻烦了。那根本大力胶飞机，整台飞机都被大力胶粘起来。有线的地方都就有大力胶。没胶了，胶带用了，要来试飞了。
喵。你看会不会飞两下就坏了？